就越来越细哈、啊。嗯。人家说这种抻面啊，当面细到一定程度之后，这个抻面的人的心理状态也跟那些写书法的人的心理状态是一样的，要安静。对，要安静，要平和，然后才能把线这个面条抻到这个又细又长的极致，因为不然就越来越容易断掉。 对， 对不对？因为那个过程感觉很像太极，就是啊，对，慢慢的，齐齐还得匀。嗯。啊。啊。啊。哎，老马，这是真功夫了，不是？吃过才知道。我就说嘛，你是天才嘛！哇，太厉害了！你看那个筷子上的那个，像一条特别美的项链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流苏的。裙摆是吧？像。嗯。你现在手里拿的是什么？针，看一下。针。绣花针。你拿这针的意思是要干什么？可以穿针。你要拿这个面条刃进这针孔里是吗？对，正常能穿十多根。啊？赶紧穿一个。这也是王冠桥获得的第三项世界吉尼斯纪录的这个一个项目，就是全世界最细的面，细到可以穿针。他说刚才说一根针里能穿进十多根。十多根，对。哎，哇。我觉得你可以，我可以再坐一看。我觉得那个马老师一直就是你这样。我就想看。马老师，您要不要也来试穿一根？在我这儿待误时间太不好。我要倒计时了。哦耶！穿进去了。真的吗？真穿进去了。哇！